身为政务官，不论平时或者是在假日，我们都要随时待命。所以我在使用我的公务座车，一切都是依照我们本府的公务座车使用规范来办理。即使在假日或者是在私人行程，我也都是自费油费的规范。针对这一次有心人士刻意爆料，而且跟监，甚至还偷拍。那另外，这是一个不实的爆料，像他中间讲到说，我有带户政事务所主任去按摩，我跟大家报告，他就是我的太太，这个已经造成我的家人心生恐惧，我的同仁也忧心，这是一个有公道的社会，我将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来捍卫我的声誉。